龙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澎湖岛又名马公岛，位于台湾海峡南部，三 A 级景区，是澎湖列岛64个岛屿中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一个岛。在澎湖岛的西南方，有一大一小两小海湾相连，风平浪静时宛若一平静大湖，故称澎湖。闽南方言中“平澎”两字音近，故后成澎湖之名。澎湖岛中的岛屿按其位置可分南北两个岛群，南岛群在八兆水道以南，有望安岛、大温、白沙温等，几乎所有岛都为火山岛，组成的岩石均为第四纪玄武岩。北岛群分布在八兆水道以北，包括有面积最大的澎湖岛和渔翁岛、白沙岛等岛屿。澎湖岛的自然景观十分优美，非常值得欣赏。